今天真的是感受到他们是准备好要来表演，我希望他们未来这个形式的这样的状态可以再继续有多一点作品。我们职业的最后一位林湘，好笑，我要跟你那个互看，等一下你来，一定要预放团，当初加入障眼法女团的初衷，就是希望有一个节目可以展现真实的自己，因为太多人都是从网络上认识我，就觉得有一个平台让我表现自己平常的样子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，可以让大家认识真正的我。最后希望大家23位女孩们，她们都很优秀，希望你们一切顺利，走花路。耶耶耶！大家更愿意为彼此牺牲，全心全力。每一个女孩其实都对这个节目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，呈现出最好的样子。因为这些挫折，所以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变得更好，更凝聚。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蜕变的过程，一关一关的，一关闯关，然后磨练下来，到最后一场，大家都是蜕变成蝴蝶。整个安排从头到尾都有那种起承转合的感觉，我感受到了，我觉得很棒。我今天真的是感受到他们是准备好要来表演，我希望他们未来这个形式的这样的状态可以再继续有多一点作品。看他们表演其实是非常有感触的，真的蛮感动，真的有被惊艳到。炸裂吧女孩冠军的队伍是